起上学吧。今天要干嘛？我是子龙，我是罗念。今天要去哪里玩呢？今天我们选了几个大学生票选最热门的夜游约会浪漫景点，只有我跟你约会太无聊了，好想跟你单独约会。那所以呢，我特别请小编为我们找了两个凤山高中的小鲜肉，我们先欢迎今天的男嘉宾出场。凤山高中三年级的胡世璇，凤山高中三年级的许承志。我们今天呢，踩点不同的热门景点，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升温小游戏，让我们的感情更熟悉一下。但是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家长会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的三星 Galaxy A54 呢推出了 A 系列，那我们总共有四个颜色。我拿的是紫玉波波，拿的是青柠波波，那它的漂亮哎，它是玻璃背盖。超级漂亮的，这颜色光看就很想疯了。你们知道一场好的约会呢，让女生开心的第一个最关键的重点是什么吗？把女生拍得好看。哦，他知道。那你知道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带着我们的三星 A 系列来帮我们拍出好漂亮的照片。约会照，我们会让每一个约会景点呢分成两组 CB 来 PK 游戏，最后赢的那一组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 Galaxy A54 来拍一组情侣写真的机会。跟姐姐约会很尴尬？不会。不会吗？那你不是，我很少跟女生约会。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？大稻埕。大稻埕，那我们现在在干嘛？约会。我们在约会，我们在看风景。你们都他都只照我，他不会。你要这样子。你看你。这样子你用好了，感觉你用。对，我感觉比较会长。你不觉得这个拍起来很好看吗？我已经晚上了，然后你们知道这个 A 系列呢有一个夜拍功能，在光源很低的地方也能拍出高像素的影片。那现在我们 PK 就由我们先，因为旁边那一组我还在练习，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去，怎么都是认真的吗？我是认真的，我觉得我跳得很好哎。我觉得还好哎。我只能说这手机有点救了你们，没有人会很认真看那个。拍起来很好看哎。好，那换我们，我们直接攻守交换。会怎么样？我们攻守交换好不好？而且这个光好漂亮哦，脸都不会糊掉哎。我觉得我们赢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发到 IG 投票了，再看一次。你们也不错啊。OK， 我们刚刚已经拍摄完我们各自的小短片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上传到 IG 限时动态，让大家进行投票。对，那我们等待投票过程中，先前往下一个约会的景点 ，Go Go！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约会景点华山。华山，其实华山除了看展之外，它旁边是有小公园，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，很适合情侣或者是姐妹朋友都可以是来玩的地方。我在这边。对啊。
我要干嘛？没有牵过女生的手，确定第一次跟我牵手 OK 吗？好，牵喽。没有，你要有点情境，你们要有点情境。我现在徐导上身，知道这个要在暧昧的。徐导来了，好你们来这公园，然后有点暧昧的氛围下，然后要你现在是有种要牵还是不牵呢那种。然后我是那个霸道姐姐，直接把它牵起来。纯青小弟遇上霸道御姐 ，Action！没有，我觉得他的表现蛮真实的，其实。哎，他脸全红了。我们现在哦，好漂亮哦！你看这个肤质，看起来都不用相机，对不对？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我们先不公布我们进几颗，徐总不能看，然后镜头看就好。让我镜头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换徐总这组准备进攻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接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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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用脚刹车，他用脚刹车，他丢多三个，脚太长，脚太长，太扯了太扯了。OK， 我们现在两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，结果呢就是徐总组获胜了嘛，他们直接给我脚踩刹车，让徐总头还能投不进，作弊作弊的作弊，哎，我们这种作弊是。而且我发现这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是它可以录到一半，然后按暂停之后再开始。你没有按结束，它就会接续下一段。然后徐总被我录得蛮漂亮，比本人还漂亮。你看到这里，然后它就可以接续下一段。Galaxy A54光学防守阵，有感升级的效果真的。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还要一边这样移动这样子录，然后我们那个跑是剧烈的，但是它还是拍起来很稳定，然后就不会有那种很晃的感觉。总而言之，华山这个很好约会的地方，然后这场比赛是我们赢了。好，他们作弊，对，你们也作弊啊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刚刚上一场的那个抖音的投票还没出来，我们待会最后再揭晓。我们现在来到位于猫空的生活在他方，而且还看到101，是一间有点文青浪漫的咖啡厅，可以一起吃个甜点，喝个小饮料。因为这在猫空山上，风景很好，但我觉得超冷的。谢谢，哇！猫空其实是很多大学生来看夜景会来必约会，对，大学生约会必来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楼上夜景也很漂亮，直接上去带你们看看夜景，顺便挑战我们第三关游戏吧 ，Go Go！ 那我们现在上来二楼，带你们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，其实是可以稍微看到101的头头，而且这整个布置的很浪漫，很有那个氛围感。我觉得它座位有那种就是野外露营的感觉，嗯，很浪漫。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在这里进行我们的第三个游戏，徐总先攻，那他待会要找准方向，然后把水倒下去，看谁倒进去的水比较多。那我倒数三二一，你就可以开始了。好好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手偏懂那边，我倒啦，兄弟，我要两只手摸得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有倒子，哎，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你要往右。我有倒进去，哎，我倒完了。你可以拿下你的眼罩了。你怎么那么湿？头发没什么用到，还好。用湿了，用湿了，怎么办？他怎么把手机放在那里？他们没放在是怎样？完全忘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的 A54是有防水防震的功能，所以用湿也不用担心。是防尘吧？防尘，防水，它能打开吗？哦，还是可以打开。但它屏幕都是湿湿的。啊，对，它屏幕都湿掉了。我觉得是580左右。我们现在换罗
念祖做一个准备，先看一下。哎，真的看不到，我刚以为会看到一点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要两只手都得到。好，可以打开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直接超过了，已经超过了，直接赢了。哎，你完全没有倒出来，我有吧，一点点吧。最后呢，所有的挑战也都已经结束了，目前是1-1嘛。那最后我们要看投票，我们到底是哪一组获胜？那获胜呢，就是可以用我们今天的 Galaxy A54拍出一组情侣照。我们请小编来公布我们最后的票数，票数非常的接近。我现在公布紫柔组的票数是1876票，哇塞，很厉害！罗念组的是1856票，哇，所以他们赢了十，他们赢了20票。这个赢，我真的是我也这个。今天约会一整天，又玩的台北行程是不是很好玩？浪漫又好玩。谢谢两位可爱弟弟陪我们约会一整天，那也谢谢这次的家长会三星，能让我们体验到 Galaxy A54的厉害。其实还有很多厉害的地方，像是它容量超级大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玩的一整天呢，它的电量还超多。我们今天拍了整个晚上哦，我还有78%。我有还有86%，对，就是它的电量很够，超适合我们现在。今天一直就是拍拍玩嘛。对，很适合我们这种手机不离身，一整天下来每天都在借行动电源的年轻族群。那如果有价格的考量的话，除了我们的 A54， 也可以参考我们的 A34， 价格有更优惠。另外，本次家长会呢，三星有加码赠送好康。只要购买 Galaxy A34、A54、5G， 即日起到5月31日前，随后都有赠送快充与充头，而且登录就有享有优卡加值金哦。送完为止，要买要快。好，其他的优惠资讯都可以看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追踪 IG。记得开心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对，情侣合拍不要忘记，我要吃饭喽，拜拜。Yeah. 你知道什么吗？一颗都没有进。